其实真实的情况是，君主连名誉君主，为了杀死创世者，用法六度的将功，来打破其封闭的洞口。我进入之后，只能洞下三者，被洞被打破三人。后来的君主恐惊公主追究责任，才由封闭两个洞，只留下这个洞口未封。武汉是我所为，公主请看，这两个洞的封口的泥土，以其他五个洞的封口，在当都一凸显，该有所差异。是又不懂，这表示这两个洞是后来才被封闭，并非一开始就由创世者所封。立铁三天，公主现在相信这谣言。该是君主陷害苏武的诡计了。我求皇帝，你看，你看，苏文金跟回凡公主共求，这个人真正是苏文金，无错了。毕连生就是被魔鬼蒙蔽的苏文金，武林中谁不敌毕连生？以现实之面，已入了回凡公主，因早就高望神明，现在。又被一滴抹亏了啊！真是无理嘛，不行，中原的后天啊！阮君主联名早就想要除掉这个伪君主苏焕金，无奈阮技不如人，力不从心啊！希望我朝皇庭大驾，地干骨碌，替天行道。替天为民，干人为君，我朝皇庭不敬，以魂克命，敌人相迎都归积极干吗？金雕，是你今日得来处理的金银相都，爱多亏，提出金本事。金雕，金雕，金雕，结果如何？请继续做看我们的部戏《霹雳红布》第十八集，绝代相交。Yeah.